2018年韩国公开赛于9月25日至30日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。本次比赛属于世界羽联第二等级第四级别，世界羽联官方也是提供了三天的信号转播，周六周日的半决赛和决赛将呈现电视转播，欢迎大家收看。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队参赛名单和各单项的种子排位情况。男单，林丹、黄宇翔、赵俊鹏、周泽琪；女单，李雪芮、高榜洁、蔡妍妍、韩悦、陈小欣、张怡曼；男双，何济婷、谭强、韩成凯、周浩东、欧轩逸、任翔宇、王泽康、黄凯翔；女双，李银辉、杜月、汤金华与小韩正与曹鹏威；混双，郑思维、黄雅琼、何济婷、杜月、卢凯、陈露、欧轩逸、汤金华、任翔宇、曹鹏威；男单，一阿萨尔森、丹麦二陶田贤斗、日本三孙婉虎、韩国四周天成、中国台北伍斯里坎、印度退赛六西本全泰、日本七金廷、印度尼西亚巴苏吉亚托、印度尼西亚；女单，一山口茜、日本二因达农、泰国三奥原希望、日本四成池选、韩国五内维尔、印度六张贝文、美国七高桥沙也加、日本八高仿杰；中国男双，一家村建世元、田启悟；日本两鲍伊、摩根森；丹麦退赛三佩特森、科尔丁；丹麦四金子、右树井上踏斗；日本五索伦森、拉斯姆森；丹麦六陈红宁、王麒麟；中国台北七廖敏俊、苏敬恒；中国台北八远藤大由、渡边勇大；日本女双，一福岛由纪、广田彩花；日本两高桥李华、松友美佐纪；日本三波利拉哈由、印度尼西亚退赛四米袁小春、田中智穗；日本五李少熙、申生赞；韩国六松本麻、右永元和可纳；日本七哈里斯、艾美利亚；印度尼西亚八李银辉、杜月；中国混双，一郑思维、黄雅琼；中国退赛两克里斯蒂安森、彼得森；丹麦三阿德考、克美怀特；英格兰四哈菲兹、维德加加；印度尼西亚五和几廷、杜月；中国六王麒麟、李嘉欣；中国台北七渡边勇大、东野有沙；日本八德差、波尔萨普斯、利泰国。中国队参赛名单，男单，林丹、黄宇翔、赵俊鹏、周泽琪；女单，李雪芮、高榜洁、蔡妍妍、韩悦、陈小欣、张怡曼；男双，何济婷、谭强、韩成凯、周浩东、欧轩逸、任翔宇、王泽康、黄凯翔；女双，李银辉、杜月、汤金华与小韩正与曹鹏威；混双，郑思维、黄雅琼已退赛，何济婷、杜月、卢凯、陈露、欧轩逸、汤金华、任翔宇、曹鹏威；其中男单的赵俊鹏、周泽奇闯过资格赛两轮，女单的李雪芮由于积分不够，也是要从资格赛打起。在周三的正赛当中，周泽奇面对马来西亚老将刘国伦，遗憾败北。同时输球的还有黄宇翔，面对中国香港老将胡晕，两局不敌对手出局。而赵俊鹏2-1战胜丹麦维廷胡斯进入第二轮，李雪芮内战中负于高仿杰，韩悦1-2不敌日本山口希，陈小欣与张怡曼顺利晋级下一轮。中国公开赛有出色表现的韩成凯、周浩东首轮不敌日本家村建世元、田启悟。另外混双五队选手出局四队，除郑思维、黄雅琼是比分领先退赛外，其他三队新搭配不久的混双同时出局，仅剩何济婷、杜月一队孤军奋战。女双与小韩、汤金华与杜月、李银辉顺利晋级，正与曹同威负于日本组合田中智穗、米原小春。这次韩国赛由于级别比较尴尬，并不是所有的顶尖高手都参赛，男单陈龙，女单戴资颖、马林；男双苏卡穆、约费纳尔迪、李俊慧、刘雨辰、张楠、刘成；女双陈清晨、贾一帆都未参赛，不过其他的高排位选手都参加了本次比赛，例如林丹、金廷、阿萨尔森、陶田贤斗等人都参加了比赛，势必给男单带来精彩对决。日本队在女单、男双和女双均是头号种子，尤其女双，日本队优势过于强大，应该是囊中取物。目前来看，日本队有可能成为本次比赛的最大赢家，毕竟陶田贤斗目前也是超一流水平，只要发挥出色，日本队拿下四个冠军都不在话下。同时渡边勇大、东野有沙的混双也是日本队的冲击项目，
国羽的一众小将更多的则是以锻炼为主，与这些顶尖选手对抗来吸取经验。作为韩国本土球员，2016里约奥运会之后，韩国队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，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拿到过冠军。此番作战虽说是主场，但是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力。最大的看点当属重新复出的李龙大金基正。西班牙公开赛上两人战胜泰国组合拿下冠军。本次比赛李龙大目标是进入八强，首轮面对俄罗斯伊万诺夫索佐诺夫。李龙大金基正连下两城拿下对手。往期精彩文章猜你喜欢，回复数字课查看。001数小朋友逆天双打多拍不服不行。002数打羽毛球的科学热身真人示范收藏备用。003数惊人发现唯独羽毛球选手没有癌症的病例。004数打羽毛球一定要知道这17招。005数打羽毛球就该这么热身超帅。006数你听说过打羽毛球能治病吗？007数人生就像羽毛球。008数现代最佳终身运动羽毛球。009数如果你不打羽毛球你就不会动。010数 90% 羽毛球新手不知道的发力秘籍。011数告诉你超神的林丹是怎么玩球的。012数广州白云区惊现3岁半左手握拍超有天分小朋友。013数家长们注意了，输家你还让孩子打羽毛球吗？014数打完羽毛球不宜做这些事哦。015数 99% 的人打羽毛球有这些坏习惯。016数羽毛球双打的时候中间球谁来接。017数专业羽毛球教练告诉你改掉这些坏习惯水平绝对突飞猛进。018数小孩想学羽毛球几岁合适。019数只有打羽毛球的人才知道。020数打羽毛球超过2年你该懂得这些。021数打羽毛球是最值得你炫耀的事。022数打完羽毛球这9件事绝对不能做。023数浅谈打羽毛球的男人。024数上班族男女打羽毛球的好处揭秘。羽毛球迷简介与球为媒连接你我娱乐共享。